其实没有，就我最近就比较就利用我就是不用就是派剧的时间去学音乐，就是学弹钢琴还有唱歌。自己都是啲文静型的兴趣啊嘛，冇乜好动的兴趣。其实都是因为我发现，就是我比较喜欢自己在家里，就是有自己的个人空间。我觉得做自己的事情是其实很减压力的。即系如果识个另一半系个好动型，咁你哋好难夹噶咯，其实。如果他就是要逼我陪他出去去做运动，我觉得可能我会比较吃力，因为我这本来体能就比较不太好，对。即系都唔谂住为另一半改变嗰啲嚟啊！我觉得可以陪他，可是他要考虑到我的就是能力的问题，这样慢慢的来。